前程。前程？这是前，这是程字。前程是吧？前程。前程。前面呢？朋友们啊，我船在海上航行，突然飞来一只鸽子，你肯定啊猜不到最后我们是怎么处理的。乖了，乖了啊！乖了，乖了，乖了，乖了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看上面写的啥？国？啥这是？国？这什么？这什么玩意儿？看不清，大什么？大什么？大顺呀、啊？还是大？快快快快快！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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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！大顺吧，对，大顺，大顺，什么大顺？什么大顺？这是是不是参加过比赛的信鸽？应该是参加过两次比赛了，可能是。看反过来，后边是不是还有没有字？哎，别蹬了，别蹬了，别蹬了。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要不把你炖了啊！啊，翅膀上没有，翅膀上有有有有有有。我操，红的。啥玩意儿这？红章。编号。别乖了乖了乖了乖乖乖乖乖一点乖一点乖一点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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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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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不要怕，你拍拍这儿，上个镜头，看看腿上有啥，腿上是他信标吧，原来那个鸽子好吗？不是不是，腿上有啥？那鸽子天天有没有二有没有二维码？乖了，天天往宿舍里面跑的那个，有可能是，乖了乖了乖了，小伙子，拉屎要着急啊，那个翅膀上有啥？来来，给你哎，真是红的！哎，给你我操，给你验明正身。看来参加过好多比赛了。嗯。哟，什么东西写的？看写啥？全都是箭啊！哎，小伙子，乖。很有劲儿，这个鸽子。乖了，乖了，乖了。我不敢太使劲儿，我怕这个什么时候写的？怕把它翅膀给它毛给它稍微收拢一点，看写啥。这是不是台湾的鸽子？台鸽，台鸽，老实点，台鸽。行行，问问你的小脑袋，乖了乖了啊。前程，前程，这是前，这是程字。哦，程是吧？前程，前程，前面呢？前面两个它不会是被放生的鸽子吧？不是。哎，怎么越反抗的劲越来越大了啊，小伙子？好了，放掉。来，扔。走吧。宝贝，前面我教几个教吗？教你，宝贝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